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春。那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抽到我们的新上市的 A 车天启。哇，相信大家都已经花了不少钱在这身上了。据我所知，看到一些讨论版以及朋友的反应，大致上花个5000块以上的一个台币才有机会可以抽到这台车子，除非你够欧洲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实测一下如何100%抽到天启。这个都市传说，那首先呢，首先很简单，你必须储值，对，必须储值。那 ，OK， 这个也是必要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也是看一些，就是有人偷偷告诉我有一个可以避中天启的方法。哇，这个我全我就完全就是没有跟大家讲，就是从这一支影片都来实测一次。对，好，那究竟如何避中呢？我们刚刚已经买完钻石，他不给我买天启箱，好嘞。我们刚刚已经买完钻石了，对，那我们就直接买一个，就是50个，对，50抽，对，那买50抽之后呢，那到底要怎么100%获得天启呢？好，我们就先去开箱子，对，开我们的就是天启礼盒。好，我们首先不要一直把它开完，我们就是要分成几等份，我们知道吗？我们投资要分散投资嘛，对不对？那分散投资的时候，先开启10个，我们发现不会中，没关系，其实这个都是要慢慢酝酿的。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慢慢的，就是来慢慢一个一个开，然后再开一个完之后开9个，对，然后再用这种形式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看我们这么吸引人，你看吧，这个，哎，又看好另一台，对不对？7天，好，前面都是废话，好，重点来了，然后我们最后再分成几等份，把这个就是我们的天启礼盒把它抽掉，对，我们就分成六，对，六大顺嘛，对，6大顺那个，这个中天启是迟早的事情的。别急别急，观众别急，我们现在边离开，千万别离开。这个天启，这个马上都要中了。这个都市传说的验证，那个100%抽到天启的几率，那个你不看下去就太可惜了。OK， 我们好，那个有点失礼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有620钻，我们还有620钻，我们620钻呢？还应该还够可以去买几个，就是这个我们的天启礼盒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我们那个天启礼盒，对，还可以买10个，我们可以买10个。那这个10个的一定会中了。据我所知，这个都市传说的必中法就是要买完50个之后再买10个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次也要分散投资。对，好，我们先抽5个。对，我们有闻到要中天启的味道。对，我们现在先祈祷一下，那个天灵灵地灵灵，天启出现吧！噔噔噔，究竟我们的天启？我打！为什么？累计获得15000。好，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，看了废片，愚人节快乐，愚人节快乐。那个就是抽到天启是假的，但是储值花钱是真的。好了。那就是愚人节快乐，那你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花了多少抽到天启，或者是你们花了多少还没抽到，我这边就是来评估一下，就是看你们花了多少，我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砸钱。好啦，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那我是春春，那愚人节快乐，我们明年愚人节再见咯。拜拜。